们要开始晚上的聚会。我哋要开始晚上嘅聚会。我们一起默祷。一起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唱诗227首。唱赞美诗227首。心祷告，求神带领晚上的聚会。我们同心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今晚的聚会。奉主耶稣圣名祷告。All right.
阿们。啊，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哈利路亚，大家平安。啊，我们晚上一起来查考本会为何不庆祝
圣诞节。啊，我哋晚上一齐嚟查考啊，我哋本会为何不庆祝圣诞节？啊，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啊，一般基督教都会庆祝圣诞节。每年嘅十二月二十五号，一般嘅。教会他们都会庆祝圣诞节、啊、他们会对人讲圣诞快乐，他们会对人讲圣诞快乐、啊、写圣诞卡、啊、会写圣诞卡，或是送圣诞礼物、啊、或者是送圣诞礼物、啊、但我们真教会我们不庆祝圣诞节，但我们真教会不庆祝圣诞节、啊、我们是对人讲新年快乐、啊、我们是对人讲新年快乐、啊、我们是写新年的贺卡、啊、我们是写新年的贺卡，送的是新年的礼物，送的是新年的礼物。那我们本会为什么不庆祝圣诞节呢？咁我哋本会点解唔庆祝圣诞节咧？有几个理由。有几个嘅理由。第一个理由。嗯、第一个嘅理由。啊，十二月二十五号原本是异教的节日。啊，十二月二十五号原本系异教嘅一啲节日。就是太阳神的日子。啊，就系太阳神嘅日子。就是波斯太阳神。的诞辰、啊、就是波斯太阳神的诞辰、啊、那太阳神也是罗马国教众神之一、啊、太阳神也是罗马国教众神之一、啊、是罗马农历的冬至节、啊、是罗马农历的冬至节，就是从这一天以后、啊、白天就越来越长啊、就是从这一日以后、啊、日头就越来越长、啊、代表春天的希望，代表着春天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万物复苏的开始、啊、那到西元336年，到了西元的336年、啊、罗马大公教就定这一天为圣诞节，罗马大公教就定这一日为圣诞节、啊、这个就是圣诞节的由来、啊、这个就是圣诞节的由来、啊、那圣诞节这个是圣经所没有的，圣诞节是圣经所没有的、啊、圣经这样子吩咐我们，圣经里面这样吩咐我们、啊、神的话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神的说话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啊、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四章我们看第二节，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旧约的120页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啊，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话俾我哋听，不，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神嘅说话唔可以加添，亦都唔可以删减。啊，因为你加添就等于你比神更聪明。因为你加添的就等于你比神更聪明，神没有想到我，你替他想好、啊、神没有想到你就替他想好、啊、这样子怎么是敬畏神呢、啊、这样怎么是敬畏神呢？这样怎么守神的道呢？这样怎么守神的道呢？因为他没有讲你自己加上去的 啊， 啊，因为他没有讲你自己加上去的、啊、那神有讲的不可以删减，神有说的你不可以删减，因为神所讲就是要我们去遵行的，因为神所说的就是要我们去遵守的、啊、那这个原则这样子才能够遵守神的吩咐、啊、这种、啊、这样才可能可以遵守神的吩咐、啊、到生命记的12章，到生命记的第十二章32节，三十二节又再一次来强调这句话，又再一次的来到强调这句话、啊、所以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二节
这里又这样讲。申命记嘅十二章三十二节呢度又咁样讲。凡我所吩咐的，凡我所吩咐嘅，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你哋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唔可以加添，亦都唔可以删减。可见了我们所神的道。可见我哋守神嘅道。这个原则非常重要。呢个原则非常嘅重要。我们真教会，我们就是非常看重。这个原则，我哋新教会是非常看重呢个原则嘅。这个是神一再强调的原则。呢个系神一再强调嘅原则。这样才能讲你是真正遵守神的话。咁样先至可以话你系真正嘅遵守神嘅说话。所以圣经没有的，我们不会加上去。所以圣经里面冇嘅，我哋唔可以加，我哋唔会加上去。圣经有的，我们不会把它删减掉。圣经有的，我们也都不会将它删除。这个就是我们真教会所道的精神。这个就是我们真教会守道的精神。那既然圣诞节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既然圣诞节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是本来就是太阳神的生日，本来就是太阳神的生日，是罗马大公教利用这一天来庆祝做圣诞节，是罗马大公教利用这一日庆祝做圣诞节。其实主耶稣哪一天承诺身来到世上，其实主耶稣哪一日承诺身来到这个世上，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你不管圣经哪里都找不到资料，因为不理是圣经定是哪里都找不到有关的资料，那十二月二十五号更不可能耶稣降生的那个日子，十二月二十五号更不可能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二章我们看第八节，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节，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第七十八页新约圣经。在伯利恒之时，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这里讲到这个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这里讲到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的时候。他们刚那个时候是晚上。那个时候是晚上。那他们按着更次在野地来看守羊群。他们按着更次的在野地看守羊群。巴勒斯坦十二月野地非常的寒冷，巴勒斯坦去十二月野地是非常的寒冷，不可能把羊群在野地这个放在野地，没可能将羊群放在野地，一定会赶回羊圈里面，一定会将他们赶回羊圈里面，所以这个十二月二十五号根本不可能是耶稣降生的日子，所以十二月二十五号根本不可能是耶稣降生的日子。那希腊东正教是定一月六号，希腊东正教就定一月六号，这个不同一天，不同的一日，那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并没有叫我们要纪念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去纪念圣诞节，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死，在圣经里面只是告诉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死，就是在圣餐礼的时候，就在圣餐礼的时候来纪念主的死，来到纪念主的死，因为主的死代表主的爱，因为主的死就代表着主的爱，主要我们纪念他的这个爱，主要我们纪念他的爱，那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至于圣诞节圣经并没有这样写，至于圣诞节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写，既然圣经没有，既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按照神所讲的话，按照神所讲的说话，你不可以加添，你不可以加添，你加添你就没有遵守神的话，你加添就没有遵守到神的说话，因为神没有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神没有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去做呢？那你超越了神，怎么叫遵守神的话呢？你超越了神，怎样叫做遵守神的说话呢？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圣不庆祝圣诞节？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不去庆祝圣诞节？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这个是因为圣经里面所没有的。庆祝反而不遵守神的话。庆祝反而是不去遵守神的说话。因为你增加了神的话。因为你增加了神的说话。他没有讲你把它加上去。他没有讲到你将它加上去。这样就违背了圣经所讲的话。那就违背了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了。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本会为什么不庆祝圣诞节呢？本会为什么不庆祝圣诞节呢？因为耶稣原本就是天上的神。因为耶稣原本就是天上的神。他是神的灵成肉身来世上的。他是神的灵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可以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约翰福音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章第一节，新约的125页，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第三节，第三节，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十四节，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十四节，十四节，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几节圣经，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很清楚跟我们说，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这个最开始有这个道，最开始有这个道，那道就是神。道就是神，他就是造物主，他就是造物主，万物是借他造的，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也在他里面，生命也在他的里面，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源头，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主，那这个神就是这个道，在十四节讲成为肉身，这个神就是这个道，在十四节那里说他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主耶稣原本他就是天上的神，所以主耶稣原本就是天上的神，再没有万物就已经有他的存在，还没有万物就已经有他的存在，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这个神成肉身来世上的，但这个神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了，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天父，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天父，因为他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因为他就是神在肉身上面的显现，那我们知道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自由永有的神，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十四节，十四三章十四节，三章的十四节，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神对摩西这样讲，这里神对摩西这样讲，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永有的，自由就是没有人创造他，自由就是没有人创造他，没有人生他，没人生他，自己有的，就是自己有的，因为神如果有人创造他，因为神如果有人创造他，有人生他，有人生他，造他的比他伟大，造他的比他伟大，生他的也比他伟大，生他的也比他伟大，他哪里有资格成为神呢？那他哪里有资格成为神呢？所以神是自由拥有的，所以神是自由永有的，这一位才是真神，这一位才是真神，主耶稣就是这一位真神，耶稣就是这一位真神，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希伯来书七章，我们看第
啊，第三节。希伯来书嘅第七章第三节，新约嘅317页，第七章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疾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这里在讲麦基洗德。呢度系讲麦基洗德。啊，预表主耶稣做大祭司。预表着主耶稣做大祭司。啊，是永远的大祭司。系永远嘅大祭司。啊，那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佢冇妈啊，父亲亦都冇母亲。也没有族谱。亦都冇族谱。因为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因为喺圣经里边你揾唔到。啊，所以啊，他一出现就是做撒冷王。啊，所以他一出现就是做撒冷王。啊，因此啊，他没有生命的开始。因此他没有生命的开始。也没有写到他生命的结束。也都没有写到他生命的结束。那圣经这样子描写。圣经这样去描写。就是要乃是要跟神的儿子相似。乃是要与神的儿子相似。来成为啊这个耶稣的预表。啊，嚟成为耶稣嘅预表。因为主耶稣就是无生之始。因为主耶稣就系独生啊无啊没有生命的开始。冇生命嘅开始。也没有生命的结束。亦都冇生命嘅结束。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就系自由永有嘅意思。那这个就是神的生命。呢个就系神嘅生命。所以啊。他原本就是天上的神，所以他原本就是天上的神，成为肉身来到世上，他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虽然是以独生子的身份，虽然是以独生子的身份，但领受的生命也是自由的生命，但他所领受的生命也是自由的生命，跟天父是完全一样的，跟天父是完全是完全一样的。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五章我们看26节，约翰福音的五章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啊，这里在讲父自己有生命。这里讲父自己有生命。就是自由。就是自由。也是给他儿子照样自己有生命。也都赐给他儿子照样有自己的生命。所以父跟子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父和子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自由的生命。都是自由的生命。因为他原本就是神成肉身来世上的。因为他就是原本是神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在灵里面跟父本来就是一个。在灵里面与父本来就是一个。生命是一样的。生命是一样的。既然是这样。既然是这样。哪来的圣诞节呢？哪里有来这个的圣诞节呢？那这样子跟一般的偶像又有什么分别呢？如果是这样的，跟一般的偶像有什么分别呢？偶像不是真神。偶像不是真神。它是有生的开始。它是有生的开始。有死的结束。也都有死的结束。所以任何偶像都有偶像的生日。所以任何偶像都有偶像的生日。太阳神也有太阳神的生日，太阳神有太阳神的生日。这个是偶像，这个是偶像，他不是真神，他不是真神，所以会有生日，所以有生日。真神是自由拥有的，真神是自由永有的，怎么会有生日呢？怎么会有生日呢？所以庆祝圣诞节，所以庆祝圣诞节，那不是把耶稣当成偶像来敬拜吗？那不是将耶稣当成偶像来到敬拜吗？要不然哪来的圣诞节呢？如果不是怎样来这个的圣诞节呢？所以为什么圣经不要我们庆祝圣诞节？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不要我们庆祝圣诞？为什么你怎么找都找不到耶稣的降生的日子？为什么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不要我们这样做。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不要我们这样做。这样做就跟一般偶像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就是跟一般的偶像没什么两样。所以说，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神的旨意。所以说这种的做法其实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也许表面上好像有好的动机。也许表面上是有好的动机。要来这个
这个庆祝耶稣的降生啊，要嚟庆祝耶稣嘅基督嘅降生、啊。但其实刚好跟神的旨意违背。但其实刚好同神嘅旨意违背、啊。而且也把耶稣跟一般的偶像变成一样，没有分别。而且亦都将耶稣同一般嘅偶像变成咗一样，冇乜嘢嘅分别。同样有生日。同样的有生日，那怎么是真神呢？那他怎会是真神呢？因为真神是自由拥有的，因为真神是自由永有的，这一位才是真神、啊、那位才是真神、啊、因为这样，所以圣经不要我们为他庆祝什么圣诞节，因为这样圣经才不要我们庆为他庆祝圣诞节、啊、因为主耶稣原本就是天上的神，因为主耶稣原本就是天上的神啊。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九章。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九章。啊，以赛亚书九章，我们看第六节。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旧约的八百十九页。第九章的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我他的肩头上，他的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个有一个儿子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来是要来掌权的，他来是为了掌权的，就是要成为神国的王，就是要成为神国的王，他的名字叫做奇妙的测试、啊、他的名字叫做奇妙的测试，叫做全能的神，叫做全能的神，叫做永在的父，叫做永在的父，叫做和平的君，叫做和平的君，所以他就是那一位神，所以他就是那位神，就是我们在天上永在的天父，就是我们在天上面永在的天父，既然是这样，既然是这样，神是自由拥有的神，神是自由永有的神，怎么有生日呢？怎么会有生日呢？又怎么要庆祝他的生日呢？又怎样庆祝这个生日呢？这个就跟圣经的道理不符合、啊、这个就跟圣经的道理不符合了、啊、就会让耶稣跟一般的偶像没有什么分别、啊、就会让耶稣和一般的偶像没什么的分别，这个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是圣经所没有的，所以这个是圣经所没有的，是违背圣经的，是违背圣经的，违背圣经，违背圣经，不合圣经的道理，不合圣经的道理、啊、这个就是说谎，这个就是 讲大话、啊、我们可以来看箴言的三十章，我们看箴言的三十章、啊、箴言三十章我们看第六节，箴言的三十章第六节，旧约的七百九十二页，三十章第六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啊、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话你不可以加添、啊、这里也都告诉我们听神的话语不可以加添，因为这样神会责备你、啊、因为这样神会责备你，神会问你我没有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讲，神会问你我没这样讲为什么你要这样讲，我没有叫你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做，我没叫你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就显为说谎话的，那你就显为讲大话了、啊、因为你所讲的你所主张的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因为你所讲的和所主张的和圣经所讲的不一样，只要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就是谎话，只要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不一样就是谎话，因为不合真理，因为不合真理、啊、我们可以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我们可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啊、约翰一书二章我们看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一节，新约三百四十六页，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啊，这里讲到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这里讲到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啊，
只要跟真理不一样，只要跟真理不一样，这个就是虚谎，这个就是虚谎了。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因为他心里面没有真理，他主张跟真理 不同、他主张跟真理不同，这个就是谎话，这个就是谎话。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亲，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亲。所以有些人也许会认为圣诞节好像只是一个节日，也没有什么所以有些人认为圣诞节也都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个节日为什么我们主张不庆祝呢？为什么我们要主张不庆祝呢？其实以圣经的道理来看，其实以圣经的道理来看，这样做就是违背真理，这样做就是违背了真理，这个主张就是谎言，这个主张就是谎言，谎言就是出于魔鬼谎言就是出于魔鬼了。所以真言说你他没有讲你不可以加上去所以真言说他没有说的你不可以加上去，因为他会要责备你我没有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会责备你说我没这样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那你不是说谎吗？那你不是说大话吗？说谎就是属魔鬼咯，说大话就是属魔鬼了。所以我从这里我们就更可以感受这个这样的做法其实偏离了圣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做法其实是偏离了圣经这个影响我们的信仰很大的，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很大的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主张不庆祝圣诞节，也都因为这样我们才会主张不庆祝圣诞，就是说这个不是小事，不是 一件小事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件小事，这个是一件大事，这个是一件大事，就是违背真理的事情，就是违背了真理的事情是一种说谎的态度，是一种说谎的态度所以这个不是神喜欢的，所以这个并不是神所喜欢的尤其今天这个日子更成为商业化尤其是今天这个日子变成了商业化这个跟离圣经更加的远离圣经就更加的远了所以最重要就是圣经没有这样主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去主张主耶稣曾经这样讲，主耶稣曾经这样说，你们把人的教训当作真理来教导人你们将人的教训当作做真理教训人，拜我是枉然的，拜我是枉然的，人的教训就是圣经所没有的人的教训就是圣经里面所没有的，你圣经没有这样讲，你把它拿来当作道理来教导人圣经里面没这么说，你将它拿成道理来教训人，那你不是在讲谎话吗？那你不是在说大话吗？因为你讲的不是真理因为你所说的不是真理，不是真理就是谎言不是真理就是大话了所以主耶稣说拜我这个是枉然的所以主耶稣说拜我是枉然的，因此我们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因此我们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把握圣经的精神，我们一定要把握圣经的精神，神所教导的，神所教导的，神的话你不可以增加，神的话你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删减，也都不可以删减，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来遵守神的道，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来到遵守神的道，这样你才是真正在敬畏神，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在敬畏神。所以如果你的所讲的道理，所以你所讲的道理，你的主张，你的主张没有圣经的根据，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样这个信仰就有问题，那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八章，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第八章，以赛亚书八章我们看二十节，以赛亚书的八章二十节，八章二十节，八章的二十节，旧约的八百十八页，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人的这个教，这个训，人要以这个训诲跟法度做标准，人要以这个训诲和法度做标准，就是要以神的话做标准，就是要以神的说话来做标准，如果所说的跟神的话不相符，如果所说的跟神的说话不相符，那你就看不到晨光，那你就看不见晨光了，就是你
信仰啊就没有真正的盼望。就是你的信仰就没有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盼望将来要得救。我们盼望将来要得救。要领受神福气。要领受神的福气。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话这样来追求。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说话这样来追求。所说的所做的都要有圣经做根据。所讲的所做的都要有圣经作为根据。要不然就得不到这个希望。如果不是的就得不到这个希望。因此这个圣诞节既然是圣经所没有。因此圣诞节既然是没有圣经里面所没有的。圣经也没有讲主耶稣降生哪一天。圣经里面也都没有讲到主耶稣在哪一日降生。这个又是异教的节日。这个是异教的节日。我们真信徒就不应该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真信徒就不应该去参与这样的活动。我们要跟他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跟他们分别为圣。不要当作这个无所谓。我们要当作这些是无所谓。传道良以前是在外教会的医院上班。传道良是以前在外教会的医院上班的。他后来成为一个单位的主管。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单位的主管。他们圣诞节都要布置。他们圣诞节的时候都要布置。那以前都有人可以帮忙布置。以前都有人要帮忙布置的。有一年就是可能比较难找到人。有一年可能是比较难找到人了。他就想说带这个自己的小孩。他就想着想说带自己的小孩。他哥哥的小孩。还有他哥哥的小孩。还有他姐姐的小孩。还有他姐姐的小孩。准备带他们去帮忙布置。准备带着他们去帮忙布置。那个时候他想说这个只是布置一下也不是什么庆祝应该没关系吧。他那时候就是想着只是布置一下又不是庆祝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就这样在准备在打算的时候。就是这样准备这样打算的时候。晚上就做了梦。夜晚上就发了一个梦。梦中就是带着这一群小孩。梦中就是带着这班的小孩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那就遇到那个这个他的教他那个医院的教会就是长老会了哈。就是遇到医院的教会就是长老会了。他们的牧师，他们的牧师，好几个牧师在那边，好几个的牧师在那里。忽然间那些牧师就变成好像豺狼一样。忽然间那些牧师就变成好像豺狼一样。要来攻击他们，要来抓他们。要来攻击他们，要来捉他们。那个时候他就赶快跟小孩子这样讲。他那个时候就赶快的跟小朋友他们说。我们要唱这个基督征兵。我们要唱基督征兵。跟他们征战。跟他们征战。在梦中就是这样。在梦中就是这样了。后来梦醒他就知道说主耶稣不喜欢他这样做。后来梦醒了之后就知道主耶稣不喜欢他这样做。你这样子等于是好像 就把小孩子带到这个狼的口中一样。你这样做就好像将小孩子带到去狼的口中一样。让他们走偏了道路。让他们走偏了这个道路。所以主耶稣马上在梦中提醒他。所以主耶稣就马上在梦里面提醒他。因此他就不敢这样做了。因此他就不敢这样做了。他也知道说我们不但不庆祝。他也都因为这样而知道我们不单止不可以庆祝。连这样帮助布置都不可以的。连这样去帮助布置都是不可以的。因为这种事你不要去参与。因为这种事你不可以去参与。这个才合神的旨意。这个才是合神的旨意。因为这个日子根本不是神喜欢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根本就不是神所喜欢的日子。相反的是神厌恶的日子。相反的是神所厌恶的日子。因为这个不合真理。因为这个不合真理。这个只是一个谎言。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谎言。以属灵上来讲是属魔鬼的。以属灵上面来讲是属魔鬼的。不是属神的。不是属神的。所以你去参与就等于跟魔鬼打交道。所以你去参与就是等于跟魔鬼打交道了。因此神马上在梦中提醒他。
因此神马上就在梦中提醒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后来他就不敢这样做，所以后来他就不敢这样做了。这个也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这个也都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真信徒自己要有信仰的立场，所以我们真信徒自己要有信仰的立场。别人庆祝圣诞快乐，别人庆祝圣诞快乐，他讲圣诞快乐，我们可以跟他讲新年快乐，他讲圣诞快乐，我们可以跟他讲新年快乐，他写圣诞卡给你，你就写一个新年卡给他，贺新年，他写圣诞卡给你，你就写一个新年卡给他过新年，他送什么圣诞礼物，你就送他这个新年的礼物，他送什么圣诞礼物给你，你就送什么新年礼物给他，因为刚好也是新年，因为刚刚好也都是新年，尤其是洋人，他们是过农历的新年，这个阳历的新年，尤其是洋人，他们都是过这个的阳历的新年，只差几天而已，只是差几天而已，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新年来做一个目标，所以我们也都可以用新年作为一个的目标，来恭喜对方，这样就可以，来恭喜对方，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庆祝圣诞节的，我们不庆祝圣诞节，这个是我们本会的立场，这个是我们本会的立场，所以从以上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从以上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本会不庆祝圣诞节，为什么我们本会不庆祝圣诞节，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事，不是普通的事，不是普通的事，因此我们也要很注意，因此我们也都要很注意，不要跟人家一样的去庆祝这个圣诞节，不要跟人家庆祝这个圣诞节，一定要分别为圣，要一定要分别为圣，我们再来唱诗，我们再来唱诗228首，228首，有天就这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自然先到彼人世纪，祖祖永无再存心，尊命令彼人世有福，三载传命世有福，尊命令彼人世有福，永和永和世尊故，祖命我若听而不信，谁应许我以我生，令我真理努力亲近，永和在真心的人，尊命令彼人世有福，三载传命世有福，身边的人毕竟深深，我最内有愁爱苦，哪里永远圣洁荣耀，三面四面越结果，身边边的人是要一起来祷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当中继续为教会圣工的发展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为教会的圣工发展来祷告，也为我们本地工人
传道人祷告。啊，亦都为本地嘅传道人祷告。啊，那继续为香港社会的局势，还有新肺炎祷告。啊，亦都继续为香港嘅局势同埋新肺炎嘅事情嚟到祷告。啊，现在冬天这个新肺炎很厉害。啊，而家冬天呢个新肺炎好厉害。啊，我们求神怜悯，保守看顾。啊，我哋求神怜悯，保守看顾。啊，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当中可以得到平安，亦都让我哋大家喺当中能够得到平安。啊，为身体欠安、心灵软弱的啊弟兄姊妹祷告，为身体欠安、心灵软弱嘅弟兄姊妹祷告。啊，那我们大家也彼此互相的代祷。我哋大家亦都彼此嘅互相代祷。我们同心祷告。我哋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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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阿们。我们晚上就聚会到这个地方。我们晚上就聚会到这里。愿主赐福大家平安。愿主赐福大家平安。